情绪海海，告诉要拢了解，有时啊清醒，有时清采，有人讲好，一定有人讲歹，哪歹想遐多，咱生活较自在。开工嫌车无够大，嫌事无够大，嫌菜煮了无好吃，嫌某想歹看，驶着好车惊人偷，大厝歹拼扫，食甲伤好惊血压高，随我跟人走。人生短短，好亲像在佚佗，有时啊烦恼，有时辛苦，问我到底腹内有啥法宝，其实无撇步。来介绍我们的香瓷队，漂亮的香瓷，迷人的宝妈，是哦是哦是哦，可爱的爱城，哇！介绍我们的元昊队，我们王子富凯，以及我们的 For Free 林道远，以及帅哥姚元昊。各位 KTV 经典歌曲排行榜一直都是年轻人喜欢、长辈爱看的一个单元。今天在我们现场有年轻人也有长辈，那该怎么做呢？对，长辈，长辈在哪里？对不对？对于长辈，我们要怎样？要敬老。对年轻人，我们要怎样？要尊贤。要等一下，如果长辈要答题的时候，你们完全就停顿，不能动作，完全停顿。他在跟你讲啊，道远。我听到，我听到，好，知道，知道。而且呢，平常我们是不会把一对全部都是男生的。是。今天新仇旧恨在这里。哎呦，富凯来到这边，曾经逼急了我们香瓷，也弄垮了我们的爱城。没错。今天呢，就让他在你的敌对国大魔王来跟你 PK。哎，他跑得真是快。哎呀，通常是腿短的人才跑得快，腿也没那么短嘛。宝妈，宝妈，我跟你报告一下，其实富凯来这边他不是来打底，他是来逃避。健身的是吧？健身的。今天法富有没有帮你安排跟宝妈在一起？是是是，知道了。好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来，第一组请就位。看一下第一题要出什么题目啊？加油！第一题的题目是 PK 舞台100公分障碍赛，许富凯 PK 刘湘慈，究竟谁能赢在起跑点旗开得胜呢？哎呦！请退回来。他真的有看吗？来，请退回来。他老神在在哎！我跟你讲，富凯不准回头，看前面。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《甜蜜蜜》。哟，答对。好，好，怎么唱？唱唱唱，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。像花儿开在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，春风里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见过你？我见过你。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好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富凯会赢，因为他有暗器。哎呀！让你顾忌是这一点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一起回来吧，给他一个台阶下。富凯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？黄昏。请问怎么唱？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。静静如永夜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冷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，
相爱已经幻灭。傅凯，恭喜你答对。这一题的题目是，你不当歌手，你去当运动员好了，你真是要命哎，刘湘慈。他是你 K 歌王的克星哎，真的要命了。湘慈应该会唱的，来下来。这首歌的歌名是《一支小雨伞》。哎呦，太可惜了，湘慈，请问怎么唱？你教我。剃光头，千万不要被剃光头。你要记得一句话：是有头发。紧接着下来，这题的题目是：主凯加油，快快快！哎呀，差一点点。湘慈，湘慈，你刚刚为什么不跨出那一步？我有啊！刚刚是你换脚，快快！是在换脚吗？对，差一点。我可以，我们可以再跑一次吗？没事，我们再跑一次好不好？不要不要。我们再跑一次。不要不要。我说现在再跑一次。下来。哦，湘慈被玩疯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是的，傅凯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《那英的出卖》。哦耶！哎呀，怎么唱？你的多情出卖，我的爱情赔了。玩疯的答对。门口，首先呢，恭喜一下我们的元昊，就是今天的 K 歌王啦。傅凯今天玩疯了我们的湘慈，是。今天心情怎么样？啊，很嗨。湘慈的表现也非常棒，大家给他掌声鼓励鼓励。恭喜我们的元昊队。最后呢，我们傅凯要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就是《天公听风来》。不必要操烦。心生别人的爱，爱恨温暖的世界，唯有真心来相等。等，等，等，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让我永永远远陪伊去天边海角，相信天公拢会听。相信一摆，我无看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特别苦恼，我来陪你到老。相信天公一定疼戆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变成世界上最美的人。